吃完了，给阿姨吃了没？好吧，阿姨吃了，阿姨吃了真香，是不是？阿姨吃了真香。对，啊，好吧。谢谢啊，阿姨说谢谢。对，阿姨说谢谢，你要说什么？不客气吗？不客气。我吃了，也很好吃。啊，对，做的好吃，比阿姨做的还好吃。宝宝做的好棒。放在杯子里了，放在杯子里了。放在杯子里了。爱吃了第二只的，好了，把三个都赶好。压一压，然后赶一赶。对。好，还有一个。哎，你把全部压在一起了。应该要有三个啊，饺子皮碎啦，要把它们分开吗？可以把它们分开吗？好，那我们再重擀一次好不好？没有，这次你擀的时候不要把它粘在一起擀，把它们全部分开好不好？那我们再擀一次好不好？没有，可这饺子皮已经碎了，不能用啦。有，给阿姨吃啊。可是碎了怎么给阿姨吃？
这样子好了，那我们不要包饺子，我们来做葱油饼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嗯，好棒。葱油饼哟。好。好，然后压一压，用手平的压。全部压起来，对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煎一煎就可以吃了。倒出来没关系，下次再用，待会我们包饺子用，来放这里。这个。对，好。这个给阿姨吃。那给阿姨吃，好。那个，还有一个，我放在这里。这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它走扔出来。也没有煎一煎。对，要煎一煎呢、啊。那是刀子，对，锅子呢？哎，锅子在这里。那煮棒子呢？煮棒子呢？啊？煮棒子呢？什么？煮棒子。煮饭的什么？那火炉是不是？好。好，来把千层饼放到那个锅子里煎一煎。对。让火打开烤一烤啊，啤酒啊，可以下吗？可以啊。那你要把那个放到，你要把鱼放到里面吗？不是那个饼放到里面了没？饼放到里面了没？饼啊，我们刚刚做的饼放进去了没？放进去了。好，那火打开了。我打开了。爸爸，你看妈妈，看妈妈。好，哎、啊，你要盖子盖起来吗？盖子哦，不晓得有没有在地上啊。啊、哦，好，盖起来。煮好了。煮好了吗？煮好了。宝宝，你看妈妈。放到盘子上，要不要切一切？妈妈一块，阿姨一块，宝宝一块。
我没有加满，我没有加满。你没有加满什么？没有加满饼啊，没关系，我们放旁边，我们再做别的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煮炒青菜好不好？煮炒青菜，爱一个我一个，爱一个妈妈一个。炒什么青菜呢？爱一个叉子。炒什么青菜，宝宝？炒什么青菜，宝宝？炒绿菜。炒绿色的菜是吧？好。绿色的菜。在哪里呢？这个的菜跟这个的粘土是不一样的。是啊，好了。